这个视频给大家分享的是扫堂腿啊，扫堂腿，大家请看我给大家做一遍示范啊。好，三打式，然后手扶地过来啊。好，我慢动的给大家做一遍，看一下，非常的简单啊。首先，手往你的裆部下面扶地，然后右腿啊，屁股往左旋转，然后带动腿，然后就过来了，带动腿就过来了，好吧？来，大家一起跟我做一下啊。好，格斗式，手摸地啊，手摸地，然后转屁股，脚尖左脚的脚尖点起来，然后右腿，好过来啊，好吧，来再做一遍，来扶地，同时左脚的脚尖看到没有，左脚的脚尖点起来啊，看好啊，看扶地，左脚脚尖点起来，看到没有，左脚脚尖点起来，然后转屁股啊，这样的，然后好就过来啊，明白了吧？来，再来一次。好，扶地，点脚，转腿，转身子，哎，就过来了。好吧，是不是非常简单？来，咱们连着做三遍，感受一下这个动作，好不好？来，扶地，手扶地，点脚尖，转身子，哎，好，过来。好，再来一遍，来，准备，手扶地，好。转屁股，转脚，好，搁档，好，再来一次，来，手扶地，点脚尖，转身子，转屁股，扫腿，好，过来，好，来，咱们做，连着做三遍，快的，好吧，来，准备，好，预备，我一个口令，咱们就三个动作连起来啊，预备，开始，打，好。第二口令，预备，开始。好，第三个口令，预备，开始。好，扫腿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啊。扫腿的方法就是这样，扶地，点脚尖，转屁股，扫腿，然后过来格斗式。啊，记住没有？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。扶地，点脚尖，转屁股。啊，转屁股，一起说，转屁股，然后扫腿，哈，好吧，来。